怎么了？你看这树，这树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啊，哎，就是这块。我们果然经过这里好几次了，根本就没有走出去过。这个地方在风水煞位上，极煞相对，形成凉水地。什么玩意儿？我没听懂。你看，这还有个标志啊。我知道了，是幻术。别碰！